你愿意让我继续仰慕你，崇拜你。各位贵宾，我唱的不是很专业，让大家见笑了。其实呢，我并不是一名专业的歌手，而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女学生。我今天之所以站在这里，是想把这首歌唱给一个我仰慕的人听。我想告诉他，即使战火纷飞，干戈不断，但是只要有他在，我就觉得这个世界还是美好的。嗯，说话好呀，说好。如果你愿意让我继续仰慕你，崇拜你，那就请你到台上来。呜，好吗？老裴，你快去啊，人姑娘都豁出去了，你等什么呢？快下来啊。Thank you.